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共鸣其实挺不容易的。我相信如果我在剧中或者在每一个瞬间触动到你，一定是你跟我产生了同样的共鸣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。所以感恩时间吧，这世界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彼此，能够让你感知到我。傍晚操场走进或者被走进，月光都是那么可遇不可求。我是谁，你是谁，只赋予标准答案，小心翼翼地彼此靠近，送到期待却又不敢相信。就算大雨漂泊失去了方向，有一束阳光带我飞过绝望。有人曾对我说，偶像是粉丝的一束光，这束光给你们指引着方向，让你们获得力量。陪我长大的愿望，借给我半边翅膀，陪着你一起飞到梦想的地方，风和浪一起去闯，心里话我陪你讲，你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宝藏。陪我长大的愿望在我心里面埋藏，你是我面对生活勇敢的力量，拨开乌云的光芒，是你教会我坚强，你看我笑得多甜，你找到我在身旁。光是相互的，正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，我才有强大的能量不停地前行和突破。你们的人生也一样，会面临很多的选择，不要害怕改变，大胆地发出自己的光，让我们能在那束光中看见彼此。傍晚操场温暖，树荫投下月光，持久下的眼坚定，不敢对你讲。任何成长都不是徒劳的，有双翅膀，每一个你都值得被鼓励，送到你身旁。即使成长路上跌跌撞撞，就算大雨飘接受自己，承认察觉真实的自己，承认自己。有一束阳光带我飞过绝望，我们在路上总觉得身边的人是爱的，但其实我们背后也有属于自己的经历。五彩斑斓，美如盛秋。每个我真的好了不起，在最孤单的时候陪在自己身边，在最困难的时候陪我一起前进，哪怕我们就再勇敢一点吧。拨开乌云的光芒，但其实照亮你自己的还是我。你看我笑得多甜，因为你在身旁。